跳好摔了，这两天每次跳都很活跃，直接就是这蹦一下子跳出来了，跳得很准，谢谢礼物。就第一天唯唯诺诺，现在不是这样的。别睡啦，你再睡这晚上不睡又开始发疯了。还好楼底下没人，楼底下是那个来了，怎么突然来，还好楼底下真的没有人，不然是真的又来了。你要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。虽然你很臭，睡醒了之后的第一下就比较，不是第，刚睡醒会比较正常一点。哎呦，嘴好大。会比较乖一点，过一会儿就不乖了，比如现在。你们看他长大了没？好像长大了一点。哟，你看，你又要开始干嘛了？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把腿箍住他。长大了一丢丢，他今天还咬我裤子上的线那里吃，哎，我这裤子上本来就是有那种线的嘛。哎，突然躺下也要开始发疯了，啊，抓抓抓，肯定痒了他，我觉得他有挺久没洗澡了嘛。今天还给他梳了一梳毛，他很乖，就让我梳，然后给他搓了一下。哦，有那个嘴，没睡呢他。咬人就这样子。哎，我的头发怎么老掉下来？又要开始。要干嘛？嗯。哎，哪一个？他也不乖呀、啊，洗澡不会拍视频吧？应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没带他洗过呢。你乖不乖呀、啊？你不乖，是不是？嗯。啊啊！哎。放这，对，放这很容易让他跳下去。跟着今天，我知道他怕高啊，别乱动啦，真的是。要咬了，要咬了啊！不准咬。谢谢礼物，谢谢狗狗背包，对，让他去吧。对，他乖不了多长时间，他也没困，不能让他。哎，别去，这是我的合约，你可别把他给咬掉。对，反正听话。哎，我的头发怎么又把头发给撩掉？今天听话了，那我对他这样子的话，他还很有用，很有用，就是什么能凶。他再不听话，我要怎么着了？我就他会咬头发，你看，我现在遮一下，他就会有点那个什么来着，开始咬这个，哎呀，好恶心，反正这个我也不要了。我先遮一下，这样一下，他就开始坐下来或者看一看我。谢礼物，谢礼物，狗舍崩塌也还行吧，弹一下没有用了点，我的头发放边上。
对，听到我的情绪，而且我有时候会气冲冲，也没有很气冲，就是比较有点那种走过去，我就这样在他面前，然后他能够自己知道，他能够坐下来。哎，睡了？啊，没有，是我想多了。狗要啊，它不然会有牙结石，会长那个什么来着，我也忘了。对，会看，不要咬包哎啊！又咬了，开始看人颜色。清洁棒，对，我是首领狼，什么东西啊？他现在咬我的手，也不是那种咬了，就是可能，就是嘴意思一下那种。但如果咬痛的话，我扇他就会，不能随便咬，不准随便咬，知道吗？看颜色长大。不准咬，不准咬，不准咬。别乱动，罚站了，你再这样子真的是。你看可犟感觉他把我的嘴给吃掉了，太搞笑了。再来一遍，像吹风机吹了他一样。咬空气，哪来的狂风？他洗澡肯定要出去洗，出去洗不听话，那把他给锁上洗澡。锁上就是也不是锁上，就是把它给控制住，然后给它买一个那种链条，就直接绑脖子那个链条，绑脖子的那种链条，因为绑了之后呢，